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在我们倭瓜大军的防御下，将士就算开挂也拯救不了戴风。我叫体育老师，因为课程都被其他老师抢走，不是看我无所事事并且每天乐呵呵的，就让我来拯救戴夫。拯救戴夫，这可是一个高危职业。这是治乌瓜，看我的泰山压顶啊啊！正是躺赢，果然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。在物理版植物大战僵尸中，把钢地刺放在火炬上加热后，伤害会翻倍吗？那么我们等僵尸靠近一些再放一下，因为钢地刺吸热快，散热也快。哦，奥利给！血跳消失术，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！长大后我要当植物人，大夫听完可高兴了，给我爱吃的金克拉，吃下第一包金克拉，豌豆射手进化成双发射手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真的，肥的农也不发达，必须要有金克拉。吃下第二包金克拉，双峰射手进化成双向射手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吃下第三包金克拉，双向射手进化成三重射手，牛逼啊！这个人有操作的呀。吃下第四包金克拉，双向射手进化成机枪射手，僵尸们受死吧！看样子又要赢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放马过来。